我们一起 go go go。 疫情当下，大型健走活动被迫暂停，但还是挡不了民众运动的热情。这从我家开始步行到这个大操场的一个数据，等一下我还要走回去，我走了11天，总共走了50.48公里。我在没有运动的时候，我每天下午的中段时间，我会觉得很累很疲倦，一直想要睡觉。当我做了运动之后，我一整天是很精神的。多运动不只可以提高人类的免疫力，就连可爱的北极熊也赶来赤道，化身亲善大使，传达全球气温升高、冰川融化的讯息，希望借此唤醒人类多蔬食减碳。有大家可以一餐素食也不错，多餐素食也是好的。对对对对对。新山区内也有不少素食餐厅加入推素的阵容，希望能让参与的民众吃出健康。可以鼓励人家吃素，又可以做慈善，环保又救地球，让更多人懂素食是很好吃的，也可以帮到很多动物。除了健康蔬食，这一场分散各地的蔬醒健走也带动起爱心总动员，所有的活动报名费都化为助人的善款。我总共邀约了差不多20位左右来参加这个蔬醒健走，能出一点点小小的绵力，帮助全部社会的人，也希望推广这样的一个慈善活动哦。一个月下来，累积了13万餐的素食，让善的效应在这个后疫情时代能继续爱护地球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马来西亚新山报道。